下了脂肪少、淀粉多和真正的坚果营养素偏差地缘。本来我们是为了要去吃坚果里头的好的有脂肪酸，对，结果我们变成我们去吃了很多很多的淀粉，八成的是好的脂肪，变成说八成是淀粉。现在我喝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我原来要的东西只剩十分之一。邀请您一起参加五七健康同学会。